要是你们遇到这些冤种队友，低血压估计都能治好了。一起来看看那些顶级奇葩队友视频。他过不来，起来我起来。啊，你不想起来？行，那你看我操作。两轮枪，来你漏，你漏，你漏，漏，漏。跟你打游戏真的服了。什么？谁要 cosplay 女仆了？是谁？好家伙，就是龙的传人吧？不过我朋友让我帮忙问一下，到底谁要 cos 女仆呢？好了，下一个。该说不说，这就是人机的走位，战神的枪法呗。不过你这驼背是因为枪太重，直不起腰吗？好了，下一个。3、2、1。啊，这个，这颗雷，最后一波属实集结了，这样对面不就一个淘汰都拿不到了吗？